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64念，264念，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从唯除无逆看起啊，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两句经文是第十八愿最后的两句。下面是黄念老的注解啊，无逆者，罪恶即逆于理，故谓之逆。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恶业，故又名无间业。阿舍世王问无逆经云：由无逆罪，若足信子、足信女，为此无不救罪者，彼如地狱不已。这个语气非常的肯定。我们前面呢学到此地，下面说云何为无？为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生众生，其恶意与如来所。这是经上讲的这个无逆啊，第一个是杀父，第二个是杀母，第三是害阿罗汉，第四是斗乱僧众，第五是其恶意向佛。先要了解佛法里面所说的因果，人怎么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要来啊？在佛法里面说，你迷失了自信，也就是说，自性里面是清净光明、永恒不变的。明心见性就叫做成佛。啊，实在讲啊，我们能回归自性啊，就叫成佛。佛教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啊，就在此地。迷了自信之后，自信是真心啊，他就起了个妄心，妄是依真起来的，所以大乘教里面说真妄不二，但它作用不一样。悟的时候，它的作用啊，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迷了之后啊，智慧就变成烦恼，德能就变成造业，相好就变成六道轮回的果报。
迷雾啊，作用不一样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迷失自信太久了。佛经常说久远劫来，这时间太长了。啊，在六道里面呢，已经养成习惯了。啊，换一句话说，不是本性当家，习性当家做主。本性有，绝对没有丢掉，但它不起作用。啊，这个事实，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详细。啊，我们听了之后，真的会生起惭愧心，要好好的学习，回归自性。啊，不再受这些轮回苦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经里面常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深长。啊，人生确实难得，在六道里面，现前这个时代，人的寿命不长。啊，得来真不容易啊。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业报，我们有业就有果报，你没有法子不来，你受业力主宰住。啊，业有两大类。啊，一类是引业，引导你。啊，六道吗？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啊，这称为引导引业。第二种呢称为满业。你到这一道来啊，譬如我们现在都到人道来了。到人道来我们的引业相同。啊，佛法简单扼要地告诉我们。就是你在过去生中啊修五戒啊，五戒的内容跟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五常意思完全相同啊。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修得不错啊，这个业在这一生当中成熟了啊，这遇到缘成熟了，果报就现前。这现前我们到人间来的人生，可是虽然的人生呢，每个人一生当中际遇不相同啊，身体状况不一样啊，吉凶祸福不相同啊，有人富贵，有人贫贱啊，这个是属于满业啊，满是满足的满啊，这个业力是属于满足的满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很复杂的现象啊，多能明白之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就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啊，我们就有方向，就有目标了。这六道轮回还能再搞吗？不能了。啊，要不要处理呢？真的要处理，不再干这个事情。啊，这是人生难得了。啊，如果在的人生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佛教，你想出出不了。啊，没有遇到佛教啊，你对于这些性相离世因果你也搞不清楚。换句话说，这一生是迷迷糊糊来了，走的时候也迷迷糊糊走了。啊，谚语所谓醉生梦死啊，生的时候像酒醉的人一样啊，死的时候迷惑颠倒。那换一句话说，出六道就难了啊。啊，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欲知前世因，我们要晓得前一生在做了些干了些什么。佛说今生受者是，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那要想来世我们有什么样的果报呢？佛说你今生做者是，你这一生想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这是因呢、啊、来生果报就现前了。啊，佛家讲三世因果，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人任何一个众生生命是永恒不灭，这是真的。啊，生命永恒不灭，生死身体有生死，灵性没有生死。啊，灵性是自己，身体不是自己，这个一定要认清楚。啊，身体不是自己。啊，身体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身体是我所有的，它不是我，我所有。像我们穿的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那也要认清楚，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为什么？你把时间展开就晓得了，无量劫来，我们曾经在天上住过，曾经在人间住过，也曾经在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都住过啊，在哪一道住啊，就得哪一道的身呢、啊？那这身常常换呢、啊，那么就跟换衣服一样嘛，常常换呢、啊，啊，所以他不是我，啊。不管换什么样的身，天上人间畜生恶鬼，不管换什么身，灵性还是自己，一个灵性。那回归自性呢，那就成佛成菩萨，那不再迷惑了。啊，明白这桩事情，了解这些道理，那么就明了我们学佛是为的什么，就清楚了。学佛主要的目的，第一个了解事实真相，第二个摆脱六道轮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人生又遇到佛法，这是何等的幸运。啊，这个机会就像开经偈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前清乾隆年代彭继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对了，说我们今天呢，你的人生与佛法啊，无量劫难得遇到的这么一个机会遇到了。如果你能够把这一生的机会掌握住了，认真学习，你这一生可以成佛了啊，可以成菩萨了，不但超越六道，永远超越十法界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到这个世间来，无论到哪一道，都是缘分。啊，当然来的时候要找父母，父母跟我们有缘，没有缘你不会找他。啊，什么缘呢？这个找父母来投胎是满业，这不是隐业。啊，你看满业的头一个是找父母，找父母的缘分跟父母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这四种缘啊，没有这四种缘，你决定不会找这个人做父母。佛说的清楚，说的明了。啊，报恩是父母过去生中对我有恩，我这一生是来报恩的。啊，这个儿女自然就是孝子贤孙，他报恩的嘛。如果是抱怨的，那是来找麻烦。那这小孩就很难教啊，不听话了。长大之后会搞得你家破人亡，他抱怨的嘛。讨债的，那看欠多少。啊，父母欠他少啊，几岁他就走了，他讨完了他就走了。欠的多的，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父母好不容易把他栽培到大学毕业了啊，拿到博士学位了他走了啊，这是讨债讨得多的啊。还债也有多少啊，那是什么呢？这个儿女钱是欠你的啊，欠得多，小孩长大对父母供养就多啊，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但是没有孝敬的心啊，只是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到啊。如果是欠的少，那可能说他很富有，他对父母很刻薄
这些事情，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在周边都能看到啊。啊，这欠债少的。啊，我以前在年轻刚学佛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官做得很大。啊，对待父母比对待佣人还刻薄。啊，规定一个月多少钱，勉强维持生活。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他欠父母欠的少的。啊，所以他还的也少。不是这四种缘不会到一家来啊。啊，学佛就有办法改进。学佛了解事实真相。自己觉悟了。帮助全家老少个个就这明白了啊，把世俗的这个缘分把它转变成法缘啊，一家学佛一家觉悟啊，这种情形呢完全能改善啊。佛家讲的因果的道理啊，一家人是有这个缘分。我们在社会上，亲戚朋友啊，凡是相识的，都是有缘人呐。啊，但是缘分呢，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四大类。啊，只是缘由厚薄不相同。通通都要把它变成法缘啊！大乘教里面说普度众生啊，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把我们世俗的那些观念啊，乃至于叙事的这些缘分全都化解了。我们学的跟佛菩萨一样啊，来处理我们这一生的际遇啊，放下一切的恩怨心平气和啊，我们走菩萨道走佛道啊，不再走六道了，这就对了。父母养育我们，不管什么因缘来说，他对我们有恩啊。那纵然是抱怨来的，他如果要学了佛，学了圣贤的教诲，他明白。过去生中虽然是有不善的缘，这一生当中父母养育你啊，没有父母你从哪里来啊？如果这一生当中你学到圣贤的教育，你学到佛法，那父母的恩就更重了啊，所以杀害父母经上讲的必入地狱不已，你决定入地狱 啊那么翻过来孝顺父母
事出世间第一德，第一善呐、啊。佛法讲，这人善根深厚，世间法也不例外。深厚的善根，孝顺父母。啊，净宗的典籍《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啊，孝养父母是第一德。啊，杀害父母是第一大罪呀。天理不容啊。那法律不许可啊。可是现在的法律对于杀父杀母，刑法也减轻了。啊，在古代的法律不是这样的。啊，古代法律，如果杀父杀母，决定是死刑。啊，没有缓刑的。没有赦免的，啊，极恶不孝之罪，早年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桩事情，这事情是真的，这是古时候。有这么个地方，出了一个逆子，把父亲杀了。啊，当然判死刑。啊，朝廷下令，这个地方的知县就是县长，撤职。啊，巡抚就是以前的省长，记过，记大过，这在你们这个治理之下，怎么会出这样一个恶人？啊，你们地方官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呢？啊，这种处分还不够。朝廷下旨，这从前是有城墙的，这县城有城墙的，把城墙撤掉一个角，啊，表示这一个城市、这个地区出了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是整个城市的耻辱，这么严重啊！啊，现在杀父杀母已经不是新闻了，啊，常常看见。啊，在以前可了不得，这大事情啊！啊，民国初年，我这个年龄还能记得到，政府法律里头有这么一条。侵权处分，啊，这一条法律应该是在民国二十几年，就抗战前后的前抗战前，还是抗战期间当中废除了。
啊，我有这个印象啊。侵权处分是什么？你的父母到法院告你，我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处死，立刻就执行啊，没有辩，这个律师可以跟你辩别的，没有，没有辩别的。为什么？你父母是最疼爱子女的，父母不要你了，你就没有资格在社会上做人，叫侵权处分。啊，这条法律后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不讲侵权，现在讲人权了。啊，亲也没权了。啊，所以这是第一大罪呀，杀父杀母。第二呢，害阿罗汉。这一条，谁是阿罗汉你也不知道。真正阿罗汉，大概你也害不了他。啊，阿罗汉有智慧，有神通，有福报。啊，但是与害阿罗汉啊有同样罪的，是同等罪的，佛教里称为等流，是杀老四。啊，阿罗汉在这个世间是教化众生的好老师啊，你要把他杀害了，跟他不结罪啊，跟谁结罪呢？许许多多可以接受他教训的人呢，机会没有了啊！你要给他教学啊，那个影响的面跟影响时间长短，从这里结罪。所以他也是大不敬的罪，也是逼入地狱不已。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教育，有好的、善的影响力，这些人我们都要尊重他了，要爱护他，要向他学习。那我们杀害他的时候，就等同害阿罗汉的罪啊，这是阿鼻地狱罪，比什么都重啊。为什么？社会大众是教得好的，如果没有人教，他就学坏了。有个好人在这真教啊，坏人能变成好人，恶人能变成善人啊。古人讲得好，圣贤是教出来的恶人也是教出来的啊，看你怎么教啊。啊，如果我们要教一个圣贤啊，希望这个小孩成圣成贤，要从小教他。父母没有念圣贤书，他就教不出圣贤，这肯定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一生当中，第一任老师是母亲啊。小孩从初三岁，
这个周从出生到三岁啊，离开襁褓，真正扎根的这个教育，就是这一千天的，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要没有学好，往后学就很困难了。中国古礼，妇女怀孕，古礼上有啊，怀孕之礼呀、啊。啊，做母亲的这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端庄啊！啊，是叫端正庄严啊？为什么呢？他的心善，言行善，小孩受他的感染，就善的感应。如果他念头不善，言行不善，这个胎儿就感受到不善，叫胎教啊！啊，出生之后，他张开眼睛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了。你不能说这小孩无知，那你错了，小孩非常聪明。他看大人，听大人的，看了一千天，这个根深蒂固啊！啊，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太大了！啊，那现在年轻的母亲没有受过圣贤教育，他不懂。他受的教育是什么？现在都是电视啊，少少长大上学了啊，在外国的学校我们知道，小学一年级就学电脑了啊，电脑里面的信息很多，影响太大了。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呢？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啊，也就是都教不了啊，没法子教啊。众生不善的造作业感，那就是灾难。这灾难从哪来的？啊，社会的混乱现象。啊，这个地球灾变的现象。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啊，前年美国人推出的2012全球联播啊，许多人看了很惊慌啊，真的吗？哎，有一半人认为是真的，有一半人呢认为是不可靠啊，到底是真是假？2012很快就到了。啊，连全世界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看法也是一半一半的。啊，比较乐观一点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他说2010是我们人类
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信念的一个转机啊，都能够转过来，这个地球会一天比一天好。这话说的不错，能不能转过来呢？怎么转法呢？时间这样的迫切啊，再过一个月就是2011了。到201212月的2年了，这2年能不能转过来？啊，我们首先寄望在宗教的信徒啊，因为一般宗教信徒都相信因果报应。如果信仰宗教的人看这桩事情啊，真的下定决心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行有救啊！啊，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家庭，可以救社会，也帮助这个地球啊，减缓了灾难，这好事情啊，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啊，如果改不过来，这个灾难很多人都相信会发生。啊，到灾难发生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下面这一句说，斗乱生众。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宗教里面的这个团体啊，我们中国一般人讲道场啊，教堂也是道场啊，宗教场所里头这些修学宗教的、信仰宗教的这些，你破坏它。这是斗乱生众。这里面还有个现象，不是外人，出在内部。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他的学生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跟他还有亲戚关系，他们是堂兄弟。啊，也出家了。出家之后，对于释迦牟尼佛很嫉妒。啊，常常存心想把他害死。啊，他要来做佛。啊，也就是他想争取释迦牟尼佛僧团领导的地位。这嫉妒心很重。挑拨佛弟子啊，恶意批评释迦牟尼佛，让这些信徒啊跟他走啊，他也有不少徒众啊。啊，那么提婆达多确实堕地狱。啊，就佛在经上讲了很多，说这种事情啊。
啊，最后一条，其恶意与如来说，这就是其恶意相符，像大乘法。啊，大乘法是佛的代表啊。啊，恶意的批评，恶意的回报，都是属于这条罪啊。啊，佛的福报大，没有人能够伤害佛。啊，所以底下这一段呢，有讲到触佛身血。啊，我们念到下面，又《华严口目章》第三卷，曰：无逆，你看为害父、害母、害阿罗汉，破身触佛身血。啊，这个触佛身血就是这一边的，其恶意向如来说。触佛身血这个典故佛经上有，就是提婆达多的事情啊。提婆达多要想杀害释迦牟尼佛，知道他每一天去透波，他经过的这个道路啊，有一段是在这个悬崖下面，他就在悬崖上面放了一个大石头啊，释迦牟尼佛从下面经过，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啊，世尊有护法神，这诸位晓得是韦陀菩萨。啊，在空中用金刚杵拦着这个石头，把这个石头就打碎了。打碎了有碎片，啊，碎片呢落在佛的脚背上，流了一点血，触佛身血。佛是教主啊，啊，佛陀教育的创始人啊，佛陀教育的义务工作者，教化众生不收学费的。经论上有赞叹，佛陀是人天眼目啊！暗示明灯，是赞叹佛的啊！这些赞叹，释迦牟尼佛当之无愧呀，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世间这样一个好人，你怎么能害他呢？啊，所以这个罪过也是造的无间业，必堕地狱无疑。啊，下面啊，佛法里面一般的解释，初二被恩养，就是害父害母，父母对你有恩呢，养育之恩呢，你违背了。啊，后面三条呢，破坏一切众生的福田，所以叫逆，大逆。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阿罗汉活活僧团啊，活活僧团跟教主释迦牟尼佛，这是六道众生的福田
啊，我们看到今天社会有很多大富大贵，他们的富从哪来的？富田啊，田能种植稻米、五谷杂粮啊，田能生能长的意思啊，上面这三个能长一切众生的福德富贵啊，所以你的富贵是前生呢，在三宝这个地方啊所种的。那你要是破坏这三宝，一切众生没有地方种福了啊，没有地方，没有福报的人，纵然到人间来也生活很可怜的，没福报啊。啊，你这种行为啊，把一切众生真实的福田破坏了，这是无间业的罪啊，这个不能做啊。啊，出家人如果自己去做，那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这不能不知道。下面至于常言之忤逆啊，这是我们佛门里头一般讲的啊，这个忤逆罪呢，叫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和合身啊，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这样讲法，跟前面意思完全相同啊，犯此逆的啊，你犯这个五种罪，身坏命中，必堕无间地狱，一大劫中啊受无间苦。一大劫是讲受苦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个戒怎么算法？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先讲小戒。啊，经上讲的最多、最普遍、普通的，人的寿命，十岁，从十岁起，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人的寿命最高八万四千岁，然后从八万四千岁在每一百年减一岁啊，一百年减一岁，又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你算算看这时间多长啊，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你在阿鼻地狱受罪要受这么长的时间呢？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所以不知道事实真相的人，他敢造啊，糊里糊涂在造业。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敢啊。啊，怎么敢造这种罪业啊，太可怕了。
这一段讲的无逆罪，底下一段讲诽谤，非议同谤，谤者毁也啊，所以也称之为毁谤。言人之恶而过其实也谤啊，批评别人的过失超过他所做的这个过失罪业超过了这是诽谤啊，人家没有造那么重的罪啊，他要把它加重啊，这是在现前社会上我们常看到的，没有过失的人他说他有过失啊，有过失的人他说他那个过失严重啊，不能饶恕的啊，现在在社会上这种事情就太多了啊，你做的好事，这个好事妨碍了他的名利，他就要想办法来回报你。诽谤正法就是诽谤佛法，此生念必生之大愿，普被一切，但除既犯无逆又谤正法之人，这是愿文里头的意思啊。临命终时生念必生，但是这个人造了无逆罪又诽谤正法啊，生念必生呢，他没分呐啊。下面观经曰：观无量寿经上说的，无逆是恶，临终生念一得往生，跟无量寿经啊，这四十八愿呢，看起来好像完全相悖的。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如果犯无逆失误，他临终的时候真诚忏悔，永不再造啊，真的回头了，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问题，临终时他能回头吗？啊，回不了头来的话，那必堕地狱，堕无间地狱。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下文，经经所出，盖既犯无逆重罪，复毁谤正法，是罪上加罪呀、啊。且谤法罪最重，谤法之人称为谤法禅体，故不能往生。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没有善根，叫谤法的人没有善根，他怎么能往生？往生西方净土，弥陀经上说的三个条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啊，回谤佛法的人没有善根，他怎么能往生？啊，下面说，后问：若人犯忤逆罪，而不毁谤正法，观经未可往生。若有一人但毁谤正法而不犯忤逆，可往生否？往生论上有解释，答曰：但令诽谤正法，更啊，虽更无余罪，必不得生。他为什么？他不相信佛法嘛。啊，他相信就不毁灭，不毁谤了。毁谤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他怎么能生呢？啊，所以说只要是毁谤正法，他其他的没有罪。也不能往生啊！啊，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并不是很深呐。啊，何以言之？经云：忤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拘受一切重罪，但借尽得出。刚才讲了，他在无间地狱是一大劫，一大劫时间到了，他才能出来。啊，诽谤正法的人，堕阿鼻大地狱中，此界若尽，复转至他方阿鼻地狱大地狱中，如是辗转，经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计得出世界，以诽谤正法罪极重故，那就不是一个大劫了啊。他这个大劫时间到了，他又转到另外一个无间地狱啊，这样辗转去受报啊，佛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个罪极重啊，无法形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你如果晓得了这个道理，反过来看，做护法的工作，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个福报有多大？这就说明说，在佛法里面修福容易呀。啊，你做这个弘护的工作，啊，正法道场，做少许的弘护工作，来生都得富贵。啊，你没有处理六道，你对于六道里头情执很深，来生得富贵。啊，如果是全心全力护持正法，弘扬正法，哪有不往生极乐世界的道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肯定是高品位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往生论上又说，如但知忤逆罪为重，而不知忤逆罪从无证发生啊。是故谤证法人其罪最重啊。这说的很有道理啊。啊，忤逆罪，你看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破坏三宝啊，什么原因？没证法，人才造这种罪业。如果世间有正法，人就不会造这种罪业啊。人都愿意修福报，都愿意来生比这一生生得更好啊，活得更好啊。毁谤正法就是把一般人修福的缘断掉了，他结罪也是在这里结罪啊，这个不是对三宝的，不是对佛的啊，不是对僧团的，也不是对阿罗汉的，一切众生没有福报了，他从这个地方结罪啊。一切众生没有福报，是你毁谤三宝，你的罪就重了。啊，所以这些性相离世因果，我们都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然后知道自己怎样才是如法的修学。啊，如法修学一定要给人做好样子。还原观上跟我们讲的四德啊，这是基本的四性德，我们一定要做到啊。第一个，随缘妙用啊。啊，随缘就是普贤菩萨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妙用就是不执着，不分别，这是妙用啊。全心全力去做，知道这是正法，应该这样做。啊，第二，要给众生做好样子啊，这好样子要做出来啊。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了啊。要给社会做好样子，威仪有责啊，这就是榜样啊，表现在外面的啊。第三个，如何制止啊，我们跟大众相处的基本态度啊，要如何啊，制止心地要真诚啊，表现要如何，决定要放下了傲慢了
啊，要真正用心去学习。为什么呢？傲慢的习气人人都有啊，《礼记》一开端告诉我们，傲不可长啊，这个傲慢是与生俱来的啊，你不能增长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傲慢要断掉，不可以有傲慢啊。你看诸佛菩萨，哪一个诸佛菩萨有傲慢的习气啊？阿罗汉有这个习气，菩萨没有了啊。最后一条，待众生苦，要发这个心呐！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表演的啊，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三衣一钵，啊，为我们做示范，待众生苦。你心才会清净呢，才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我们能放下吗？说实在话，不能。为什么原因呢？习气。无世界养成的习气，一生能放下，那不是凡夫，再来人，不是再来人，做不到啊！啊，可是我们自己要晓得，要有高度的警觉，要真干，不真干，这一生不能成就。那要真干呢，就不能一天不读经。读经还不行，这习气还断不了，怎么办呢？不能一天不讲经。讲经这个方法好啊，天天劝人，劝人就是劝自己，劝别人自己做不到，心生惭愧呀。啊，久而久之，自然他就相应了。啊，古来祖师大德，哪一个人不是几十年做这个淘汰的功夫？啊，到晚年才成就。啊，这个现象很多很多，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每一天干，锲而不舍，知道不干。习气毛病又起来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看啊，天天讲，天天学，天天讲，还得要天天练啊！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学放下啊，放下贪嗔痴慢疑，这叫真功夫啊！啊，天天讲没放下了，不行了，还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要想图一个来生富贵，行，没问题。要想出离六道，往生极乐世界，不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忏悔，今天忏了，他明天又干了。啊，随业障啊，忏不了啊。
问题就在此地。啊，能像佛菩萨、古圣先贤所说的，后不再早。这一句做到了，叫真忏悔。啊，那才相应呢。啊，我今天忏了，明天又干。不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啊，一般人也看得出来啊。啊，我们不能不晓得。啊，一切罪业当中，我们今天知道了，谤法的罪业最重。你看，无逆罪，忏悔能往生，谤法不能往生。啊，他的罪太大了。啊，佛也没办法帮助他。啊，是故谤正法人，其罪最重。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但善导大师观经术另有一解。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观无量寿经书是他造的，他说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怎么讲呢？为无逆谤法不得往生者，乃佛指悟之意，方便之说。啊，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啊，这个悟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啊，佛这个说法意思是劝大家不能造这个恶业。啊，这是方便说。啊，疏远。此意两就以指门中解。如四十八愿除谤法无逆者，然此之二业，其障其重，众生若造啊，直入阿鼻，历劫周章啊。这个章是非常恐惧啊，非常可怕啊，无有可除。但如来呢？恐其造事而故，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是也。啊，这是善导大师说出的意思。啊，因为这个罪过实在太重。啊，堕阿鼻地狱的那个机会太多。你临命终时，如果不施一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你肯定就堕地狱。啊，所以佛才有这个说法。毁谤正法比无逆罪还要重。啊，这一句话说得好，亦不是不舍也。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呐、真回头啊，真忏悔呀、若造还是还是得生，虽得生彼花火敬业啊。这底下讲这个经是过的意思，至的意思啊。见于多劫，是此等罪人在花内时有三种障啊。这就是造这样罪业的人生到西方，就是忏悔，真正忏悔往生，他还是能得生啊。他生在极乐世界也是莲花化身，他花不容易开，他最重啊，也就是罪业的习气啊，罪孽很重，在花里头三种障啊。第一个是不得见佛及诸圣众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花不开不能见佛啊，在花里面他也见不到佛。第二呢，不得听闻这法，这果报啊，他仗别人信佛，仗别人听经，所以他自己听不到正法。三者不得立誓供养啊，这个立誓供养是修福报啊，啊，这个是极乐世界往生的大众啊，每一天这是都能够化身供养遍法界虚空界无量诸佛如来，这修大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长智慧呀！啊，因为他的罪业很重啊，所以在花苞里面，这些业障还是起了作用。除此以外呀，更无余苦。啊，在花苞里面，他的享受，也就是像经上一般经上所说的，啊，他的享受啊，不亚于忉利天。啊，就是不见佛，不闻法，不能供养诸佛如来。何赞宗旨也，唯除无逆，毁谤正法。这是向天亲菩萨，他们兄弟三个人都学佛，大哥无著菩萨，学大乘，老二四字月，老三就是天亲菩萨，天亲菩萨学小乘啊。这个人辩才无碍，非常聪明，学小乘毁谤大乘啊，大哥怜悯他了啊，常常给他讲大乘的道理，以后慢慢的他觉悟了，觉悟自己知道过去毁谤大乘的罪很重啊，他给他勾勾手，他想把舌头割掉惩罚自己啊。无著菩萨就告诉你，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乘，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啊，就赞叹大乘呢？这才是你赎罪的一种做法了。
啊，所以他就接受了。啊，你看在小乘，他造了500论，500部论。啊，这赞扬小乘的。回过头来之后，他在大乘里面造500论，所以古人称他叫千部论师，赞叹大乘。啊，问题是，你能不能回头？能不能改过自新？啊，下面说是耐旧未造之机，且已止而已。啊，您没有造，佛跟你讲这个话，让你说不敢造了。啊，佛就把你这个毁谤大乘的这种念头，就把你止住了，把你化解了。啊。若有疑造机，疑回心，这疑回心就很重要啊！像天亲菩萨，天亲菩萨最后往生了，念佛往生了啊！这还失去，莫有漏也。就是佛多慈悲啊，确实说明啊，佛法是平等的啊，只要回头，已经造了回头，没有造的千万不能造啊，决定障道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而且是严重的障道啊，不是轻微的，是非常严重的障道啊，所以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做。以为所言除者，设为止恶之意，是未造恶者不敢造也。这是善导大师愿文里头真正的意思啊。若疑造者呢，但能回心忏悔念佛，则仍旧舍去，无有遗漏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盈科法师的故事啊，佛家说公案的故事啊，宋朝的出家人不守清规，常常犯戒啊，大概也知道造的不少的罪业，头脑还算是很清楚啊，平常也学经教，知道所造的罪业一定多阿鼻地狱啊，向从同参道友请教，如何能够救他。啊，同学当中有一个送他一本往生传，他每看一篇都痛哭流涕，非常感动啊，看完之后他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啊，
这一句佛号就念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眠。啊，三天真诚心啊，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修，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你。迎客告诉阿弥陀佛，我的业障习气很重，外面一有诱惑，我就受不了。他说十年当中，我又不知道做多少恶业，是吧？寿命我不要了。现在就跟你去啊！佛很慈悲，答应了，说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佛为什么不当时带着走，就留三天，让他来表法？三转法轮当中，他给我们做正转，他做正念啊，所以他房门打开了，告诉大家这桩事情啊，三天三夜真的把佛念来了，情形告诉大众，大众半信半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念佛三天就能往生，没人相信啊。但是好在三天很近，看吧，看三天你往不往生。到第三天，啊，他求大家帮他助念，送他往生，这大家欢喜，这好事情嘛，难得了，啊，给你结个善缘。到时候大家真的给他念，念到不到一刻钟，他告诉大家佛来了，我跟他去了，跟大众告辞，真走了，这不是假的。啊，那么这时造极重的罪业，他没有办法。啊，就是忏悔念佛，仍旧失去啊。佛还是很慈悲啊，说话算话了，说三天来接引他，就三天来接引啊。啊，这一次的公案，净土圣贤录有，往生传里头也有。啊，古人许多著述里头也引证。啊，举这个例子。啊，忏除业障，蒙佛接引呐，无有一漏也。可见弥陀大愿摄机无尽啊，这个四十八愿普遍摄受一切众生啊，造极重罪业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真回头了，你就得救了啊，不回头那来生就是阿鼻地狱啊，那这样的人就是两条路啊，不求生净土就是阿鼻地狱，不像一般人六道还有其他过道还可以去啊，
这种人生只有两条路啊，一定要求，一定要回头，一定要念佛求生净土啊，往生的时候也跟大众做榜样做表法啊，你看造那么重的罪业，最后还是能往生啊，这大家晓得真正忏悔啊。故善导大师曰：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善导大师说非常著名啊，中国外国祖师大德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啊，如来代表佛菩萨，为什么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应化到世间来的目的，就是宣扬这个法门，为说弥陀本愿海，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那是恒顺众生，多次宣讲无量寿经，那是顺自己的本愿，也可以说是随顺弥陀本愿。为什么？只有这个法门能够普度一切众生，一个不剩啊！不像其他法门啊，都有一定的条件啊，一定的根性，不同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普度，无论什么样的根性，条件很简单，真心切愿，恳念阿弥陀佛，生念一念都能往生。下面是一位三世诸佛出现于世，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些诸佛出现在这个世界，唯唯此大师因缘宣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议愿力会救万众这个会是恩会也。救度一切众生。故大师有言：今奉释迦佛末法之遗迹，弥陀本誓愿，极乐之要门，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戒成弥陀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门。这是真实话。三世诸佛应化在世间，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
啊，诸佛应化在众生，目的何在？用意何在？没有别的，只是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没有别的。啊，用什么方法能让一切众生都能够一生圆满成佛？那只有阿弥陀佛，宣说阿弥陀佛如来不思议愿力。啊，这个愿力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呐。啊，所以善导大师又说，啊，他来到这个世间了，啊，逢到释迦牟尼佛末法。他是唐朝人，唐朝已经是末法时期了。啊，佛法是相法时期传到中国来的。啊，公元67年，啊，汉明帝永平10年。啊，公元67年、嗯，善导生在唐朝，啊，已经进入释迦牟尼佛的末法，啊，虽说是逢释迦佛末法者一起。啊，末法时期的成就只有净土。啊，修禅不能到大彻大悟，他到哪里去了？在从前修禅也很了不起，都得禅定啊。啊，得初禅的到色界初禅天去了。得四定的到无色界天去了，都没有出离轮回。啊，寿命虽然长，出不了六道。啊，换一句话说，他在天上寿命终了，他又到下面无道去轮回去了。什么时候的人生继续再干，那都经过很长的时间。啊，人间寿命短呢，天上寿命长啊。所以了解这个状况就觉得很可怕。啊，什么时候再遇到啊，深深体会到祖师大德慈悲也，啊，常常告诉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真的一点都不假了。那我们这次得到的，能不珍惜吗？啊，为什么不知道珍惜？不知道人生难得这个难，不知道佛法难闻的难，不知道疏忽了，以为我这一生不是很容易得到吗？人生也得到，佛法也听到了，都以为很容易。
啊，其实是真不容易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这些话，不是勉励，跟我们说的句句是真话了。啊，所以善导大师也不例外。啊，为我们宣扬阿弥陀如来的本愿，念佛求生净土，最重要的法门呐！啊，因为一切善恶凡夫，通通都能得生。要记住这一句啊，不要以为我造了很多很多恶业了，恐怕不能往生，那你就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没有信心啊。这个就是听经闻法就重要了，他不听经，他不闻法，他对这个法门没有透彻的了解，他怀疑啊，畏罪，所以他不能往生。啊，反过来说，凡是往生的啊，无论是行善造恶往生的，通通都是依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如果不是依靠弥陀的愿力，你就不可能往生。这是叫我们一心投靠啊！啊，不要再打妄想了。啊，修什么法门？像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什么？真心切愿就是菩提心。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我真相信，我一点不怀疑。啊，我发个大愿，我这一生没有任何愿望，就求生净土。啊，什么念头统统放下。你就对了，不要再有妄念了，你有念头全是妄念，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真念，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的啊，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啊，念老师以上往生论著与观经书之摄，数事相违，实则的亦可会通。啊，往生论著的那是无这个这毁谤罪是决定不能往生的。啊，观经书是可以。啊，真正忏悔还是可以。啊，还是讲得通，不是讲不通。啊，论著往生论著，正服如来遗旨之意，令人圣目爆发了。这一句重要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劝导我们呐、啊。啊，圣目爆佛正法轮呐、啊。不可以啊。论中佛云，此生愚痴人，既生诽谤，安有愿生佛土之理？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一生愚痴，没智慧，啊，不信，不相信佛法。
啊，说念佛往生是迷信，是胡说八道。啊，这是指这些人呢、啊。啊，他怎么会发愿往生净土？啊，他怎么会相信？不容易。啊，所以经上讲的是，无力谤法不得往生。啊，至于观经书上所说的，则嫌弥陀悲怨无尽。啊，无力谤法，果能临终念佛，即是忏悔发心。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真回头，真忏悔。我们年轻的时候无知啊，也造回谤佛法的罪啊。啊，年轻自己都以为很聪明啊，宗教都是迷信的。啊，对佛法回谤是最严重的。啊，因为听老师教诲嘛。佛教的整个宗教都是迷信的啊，宗教里头有多神教，有一神教，高级宗教的一神教啊，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那佛教什么都拜，叫多神教，多神教也叫泛神教，是属于宗教里头的低级宗教。你看脑子里装这些玩意，没有把佛教看在眼里啊，看到那些老太婆烧香拜佛的迷信。造罪。无知啊。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他老人家在这一门课程里面啊，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佛经哲学啊，才把我过去那个错误观念转过来啊。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把从前那10多年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啊，纠正过来不棒了，但是也不赞叹啊，啊，把佛经看作哲学来研究，没有学佛啊。啊，以后遇到张家大师，我跟他老人家3年，学佛的基础是这个老人给我奠定的啊，慢慢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心里面才佩服啊，到以后我跟李老师啊，李老师劝我发心讲经，赎罪也，就跟天亲菩萨一样了啊，过去谤佛这个罪重啊，谤法毁谤三宝啊，我知道了也害怕啊，所以接受老师的教诲，跟他10年啊，学习经教
把命运转过来了。啊，非常有效果。啊，如是之人，意义中也难得一二，故佛慈悯，任然施受。啊，我也是从啊无逆罪没有做，啊无逆罪里头，以前不相信这个佛法僧，不相信，啊，但是没有很严重的方法。啊，从这里回头啊！啊，以后发心专修专好，啊，铲除过去谤法的业障，啊，现在业障慢慢清了，哎，智慧就长了。啊，业障重，长烦恼不长智慧；业障轻了，长智慧不生烦恼。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